一定会把你这个考拿下来。我对你的东西了解太多了。你说嫌我桃园的公司太小嘛，一两千坪都太小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找大一点。我五月五号六点在运动场等你。这高二基本上你的公司，包括你住的地方，包括你的真实身份，包括你背后是谁，我都了解很清楚了，连你住的地方我都知道。画面上这个就是高二的本人，他每次在拍影片都不头不尾啦，只有拍头没有后续啦。他为什么要戴个面具？来，大家直接把面具拿下来，直接面对啦，对不对？五月五号六点，我在运动场等他。那如果他没有到，就要退出直播间 ，YT 见。你干嘛去拍这个影片骗流量干什么？你骗这个流量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无采一寡大兄咧替你敲这代志，你是没有在大兄闹底吗？对不啦？他刚拍那个影片就慌了啦，还会搞这个双重人格，一下勾二，一下陈义伟，一下勾二，一下陈义伟。慌了，你懂吗？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。他陈述事实，你的，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？这么是咧傻啊！做生意不爱好啊，做生意你是规工伫遐咧，你哈，规工伫遐咧塞路马屁啊！你是你，你七楼要做好你啊，老。规工的呢，这兄弟看你是真正敢那阿叔啊呢啊！你大家较注意的，你大家记得就好啊，你记得就好啊，敢听我意思？刚好就好，适可而止就好。你这里也来，你刚直播那种啊？哦，好啦。我咧讲啊。好啦，哎呀，好啦，好啦。哎，输恁个代志，免讲唔听啊，你用你个啦。了解啦，了解啦。画面上这个就是高二的本人啊，你说看谁能把你这个壳拿下来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定会把你这个壳拿下来。我对你的东西了解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台东的事情，还有一些台中的事情，你做过什么工作？他在赚什么钱？慢慢的，我会上片给大家知道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